推下来了。叮咚，您听的狗粮已到，请查收。老夫的少女心啊，窒息！求同款男朋友，求同款男朋友！我也想要个这样帅高的男朋友。现在后台数据怎么样？主画面一直切了第四组，他们数据还不错。叶大神吸粉力超强的。好，那就让摄像师稳一点，多跟紧他们，然后主画面都给他们吧。这应该安全了吧？哎，给我跑死了都！我鞋呢？我鞋给跑没了，鞋不在了，我鞋跑丢了。等着。真的很麻烦，谢谢啊。你听，这不已经安全了吗？我怎么感觉还有鬼呢？怎么是你呀？我被黑白无常堵住了。走吧。约会终于是结束了哈，不过到底能不能真正的结束呢，还要看两位的表现哦。就是在你们进去之前啊，我们给你们出了三道题目，如果回答正确呢，约会就算圆满成功，如果没有回答上来的话呢，你们就要再次进入到鬼屋当中去寻找答案。好，那现在请听第一题，在你们通过轨道的时候，背景音乐放的是什么？C 小调第五交响曲，回答正确。看来两个人啊还是非常有默契的。那接下来要听第二题了啊，黑白无常，白无常的帽子上写的是什么？白无常哦，一箭生财。回答正确。最后一题，你们看到的第一个女鬼，她的指甲是什么颜色的？第一个女鬼哦，手指甲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回答正确。那么恭喜你们两位哈，算是顺利通过了我们今天的约会测试。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另外一对情侣的约会情况如何。谢谢啊。要不要问问他同学会的事儿？应该不会一口就回绝我了吧？哎，怎么办呀？有事？没有啊，没有。
尔顿，原来你有男朋友啊，还那么帅，哎，怎么从来没见他来接过你啊？啊，他忙。哇塞，耳朵，你男朋友好帅啊！哎，耳朵，耳朵，快传授传授，你是怎么追到你男朋友的？你们怎么那么八卦？耳朵，你男朋友身边还有没有单身的男性朋友啊？快介绍介绍呗。老师来了。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先生、こんにちは。哎，耳朵，你发烧了吗？不舒服的话回家休息吧，别硬撑着。Hello。你好，请问您是？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定制小提琴的事情。哦，上面请。这边请。您喝点什么？咖啡，谢谢。哎，好的。叶哥哥，叶哥哥，真的是你啊！好巧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上次见面简直没敢认，后来回家看节目才确定是你。嗯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又遇见你了。谁是叶哥哥？不知道啊。叶哥哥是我呀，露露啊，小的时候我们是邻居啊，你忘了？自从你搬家了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，好多年了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到你了。抱歉。哎，您是来定制小提琴的吗？那我们这边坐，慢慢谈啊，慢慢聊。随便吧，什么样的都行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没有随便的小提琴。那我想让叶哥哥帮我做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叶大师不接受私人订单。这位是新来的制片助理刑侦，现在负责其他的项目。这位是唐丽，恋爱 ING 的制片人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，除了我都可以请教他。你好，丽姐，初来乍到，请多指教。你好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们俩也差不了几岁，叫我唐丽就行。那怎么行呢？我还是叫你丽姐吧。你的节目我都看过，希望我以后也能做出这么好的节目来。好啊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行，那我再带你熟悉熟悉其他的环节。嗯，你先忙吧。好的。
二哥，小贝老师。乐天，我发的微信你看了吗？我忘记回复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那我们一起走吧，反正也刚好练练车，正好顺路。顺路吗？嗯。哦，不过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排练，就不回家了。好吧，那个节目里的男的，真是你男朋友吗？哼，暂时是吧，以后也不一定。那个，我乐天，我先走了啊。明天的主题是骑士与公主的晚会。明天大家都会进行射箭比赛，从中决定名次，由你们的名次来决定你们领取的舞会服装。那下面呢，我们请用热烈的掌声，让这位老师给我们演示一遍。跳得真好啊，真是不错。是啊，跳得真好。对，同学们，华尔兹就是这么简单了。站起来，我们来一起来试一下。找好自己的搭档啊。好，把架型搭好。我们先来练方步。男士的手要握成弧度，放松。女士，大拇指。你俩靠这么远怎么跳啊？靠近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半边身体是贴着的啊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。慢慢练习啊，再走点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你肚子能不能小点？肚子跟不上。好，出门可以换第二个旋转动作，练习一下旋转动作。是一定要有这个视角啊。推开，把手推开。好，女生看着手指 ，OK， 转，
二、三，放腿，转 ，OK， 转，上下。你真该去健身房好好锻炼锻炼。是你体重又重了，好吧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锻炼不能光练肌肉，得控制体重。那就怪我了。哎呀，你踩我多少次了？你都把我踩残废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教学内容就到这里吧。回去以后大家抽时间再练习一下。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同学们，明天加油啊！加油！耳朵，叶舒薇同学会的事儿，你问他了吗？问了呀，微信问的，他也没回我，这回丢人可丢大发了。他可能就是没看见呗。玉总已经去接他了，他们应该一会儿就到了。我们一起商量一下下一期节目的环节录制，你一会儿可以直接问他啊。他又过来，嗯，这多尴尬呀！不行，我得先闪了。哎，下一期的节目环节什么的，你到家再跟我说，行不行？哎，你怎么？哎呀，你不让我来就走了，干嘛呢你？我让你放开。丽姐，妈，不用不用，走吧。阿姨，给我回家。我工作呢。哎，阿姨阿姨，我们正在谈工作，不然您先去贵宾室休息一下。休息什么？工作什么？啊！你胆儿大了吧你？你放飞自我了你？你敢瞒着我把工作给辞了？你疯了你！妈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说？这也就算了，还居然还跟来历不明的人谈恋爱？你想干什么呀你这？阿姨，您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，别着急啊。唐丽，我自认为我对你很好啊。你说你怎么能拉他来做这种节目呢？等你节目播完了以后，他还嫁不嫁人？他以后怎么办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滚回家！不是，妈，我跟你说，我……哦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叶叶叶？管你叶什么呢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在跟我女儿交往？问你话呢？是。是，好啊。那我问你，你什么工作，干什么的？制琴师。制琴师，干木匠活的吧？可以这么理解。啊你，那个阿姨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坐下来啊，喝口水，慢慢聊，好吧？把手拿开，把手给我拿开。啊？你干嘛的呀？你们家里的家长没有告诉你吗？随便打断长辈说话是很不礼貌的行为，没跟你说过吗？你说说啊，你说说你，一个干木匠活的，整天脏兮兮的，你能有什么前途啊？今儿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阿姨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啊，知道我们家所有的家具吗？啊，知道那个城里最知名的木匠，那个胡木匠吗？我们家所有的家具都是他给我们家打的啊。那胡木匠是很知名的，他做一个大立柜才多少钱？我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哎，你做这么一把破小提琴，跟那个大立柜比的小那么多，他能值多少钱？妈，我说你这是哪儿跟哪儿？你小声点，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人家？尊重一下大家？放开！我这不还都是为了你好吗？啊，我不都是为了那将来考虑的吗？行。正好你们今天都在啊，那我就把话给说明白了，我坚决不能同意我女儿啊跟一个木匠谈恋爱，我不能看着她眼睁睁的大好的前途给毁了。给我回家，给我走。
哎，我不走，你走哪儿去？拿你的东西给我回家去！你事儿都没搞清楚，你就走哪儿去啊？我管不了你了是吧？啊，我是不是管不了你了？你说说你，从小到大我怎么对的你？啊，你现在大学都毕业两年了，闺女都两年了，工作没有稳定的，钱你挣不来啊，一天到晚净想当那个什么声优。行，这些你妈我都能忍了，可是你现在居然跟一波木匠。啊，你给我找个木匠，你跟他混在一块儿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？你没话说了吧？啊，我说的是不是句句都是实话？你是不是扎心了？是不是扎心了？阿姨，耳朵很用功的在工作，他就是你给我闭嘴，别在这废话了，赶紧给我收拾东西，包呢？包呢？你的包呢？这是你电话，包呢？你给我走！我不走。是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我不配做你女儿，我不配做她女朋友，行了吧？这些都是签过合同的。如果拍摄中途离开，贝尔都将支付一笔巨额的违约金。我个人认为，他没有办法负担这一笔金额。是的。如果贝小姐单方面违约的话，她需要的赔偿大概费用是150万左右。如果广告商、赞助商费用加一块儿的话，大概是300万。300万！你这些他都知道，签过字的。是的，我们跟贝小姐签合同的时候已经说好了，这合同是具有法律效果的。如果您现在要带她走，将视为违约。如果您无法立即偿还违约金，我们公司会要求警方介入，走司法途径。但是如果贝尔多继续参加活动的话，你们应该很快就会有一大笔收入。不，应该说是名利双收。是的，阿姨，已经有人向我了解过了，他想来了解一下贝尔多的个人情况，想签约他做明星呢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我们这个节目现在是最火的一个节目，单期点击量破千万，这是第一名啊。您算一下，这贝尔多上一期节目中他将收获多少粉丝，又有多少明星经纪人能看见这么可爱漂亮有才华的女孩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我女儿以后要当明星了？是，而且就是在不久的将来。哎，这么可爱的女儿真的是，阿姨，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大美人吧？不然的话，怎么可能生出这么完美的一个女儿，是吧？长相可爱，声音甜美，对待工作又是兢兢业业，这完全就是做明星的潜质啊！哎，我们公司也考虑，这期节目之后呢，跟贝小姐继续续约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可以过来做她的经纪人，全面负责她的个人经纪业务。他谁啊？哦，阿姨，他是我们公司老板，说话绝对算话。他，你老板啊？玉总。啊，哎呀，你好，玉总啊，你好。你说说你啊，他一说你啊就哭了，是不能说你了啊？你不觉得丢人啊？你还不嫌丢人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落我，那我签了合同不是也算一份工作了吗？就你那个破玩意还算一份工作呀？啊！可是你怎么也没跟我说，你不上那个栏目，咱还得赔违约金呀？那你不也不听我说吗？你是不是来劲了？你找了个小木匠上那么个栏目，现在咱不上那个栏目，咱还得赔违约金。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必须要找一个体面的人跟我谈恋爱。妈。妈什么妈？妈什么妈？你现在开始必须按照我说的，按照我的要求去相亲。我上课去了。
你是不是哭了？看得出来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叶舒薇，你怎么了，耳朵？你告诉我。赵老师，小贝老师，谁欺负你了？我替你出气。我妈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你为什么会参加那个节目呢？出手了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哎，耳朵啊，上完课了吗？刚下课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上次我中暑呢，幸亏你张阿姨是忙前忙后的照顾，这果然是远亲不如近邻呐。哦，什么哦？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呀？我订了个中国的餐厅啊，请你张阿姨吃个饭。那我这边呢，要弄个保险的事儿，会晚到一会儿。你先去，好好陪你张阿姨聊聊天，这是礼貌，不要迟到啊！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好，拜拜。耳朵，你都已经看了那么多次了，喜欢哪个就买呗。喜欢也不一定要拥有嘛，能平时过来看看他们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嗨，得了吧，你每次都是这个说辞，腻不腻啊？我都听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还是赶紧攒钱吧，现在很多人都过来打听了。啊，不要啊，苏德三妈，你舍得让他们离开吗？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，下次再看你。刚才那个矮子喜欢的是哪一个？先生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就知道他每次都喜欢站在这里看。嗯，那都买了吗？都买？这一排？这一墙？啊，您稍等，我送您个拉杆箱。您好，那个这个位置我已经预定过了，你是不是坐错了呀？你是贝尔多？啊，我是张阿姨的姐姐的侄子同学的大表哥，我叫陈晨，你可以称呼我为 Dr. Chen。所以说张阿姨还没过来是吗？张阿姨，她来干嘛？
不好意思，打个电话。等等。妈，你就说我是不是你充话费送的吧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了？我一会儿就过去跟他说清楚。你张阿姨人家也是好心啊，更何况她可是你妈妈的救命恩人呢。哎，你好歹也过去跟人聊两句嘛，不然你妈我怎么跟人交代呀？妈，我有男朋友了。有男朋友又怎么了？哦，人家好歹是个博士，有名有钱，不比你那个小木匠强多了。我为了结婚买了一套小别墅，不大，也就300多平吧，还做了一点小小的 investment， 不过现在不能跟你说太多商业机密啊。这个财产嘛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我是无所谓，所以啊我就出国留学学音乐，我就是想为了艺术而活。这样的，陈先生，你看，要不我们今天，请叫我陈博士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从来不看动漫，那些东西都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。我劝你啊，趁着年轻，赶紧换一份工作吧。啊，我们纯粹交流啊，不要介意。陈博士。那你看过宫崎骏的《千与千寻》吗？我觉得你也是做音乐相关的工作，你可以去听一下这个动漫的音乐啊。我听说过，不过没时间看。那等您耐心的看完之后，你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在您口中，低幼的动漫和不入流的动漫音乐都伴随着我长大，然后他们给了我很多去追梦的勇气，当然我也会想让自己成为一名动漫的工作者，我也想用我的力量去传递更多动漫的美好。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啊，你说的那个封神的久石让，他的作品千篇一律，缺乏变化和多样性。不好意思啊，碰上专业的事儿我就忍不住想多说几句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就是那位五号吧？看来你除了音乐鉴赏的能力不好，自我认知也有问题。久石让的影视配乐有国际一流的水平，他有作为配乐的专业性自觉，不会过多的自我呈现，也不会为了凸显自我而去破坏艺术整体的和谐性，用音乐创作服务于电影的主题，这不是缺陷，是境界。当然这种境界不是一般无知的人可以理解的。走吧，这边停车不能停太久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男朋友来接我了，这边没法停车，不好意思啊。
男朋友还来相亲，想骗婚呐？总来了，我只是取个文件。我来的还这么少。哎，你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我刚看见是叶淑薇送你回来的，你们俩进展的不错嘛。我们就碰巧遇到了。哪有什么碰巧啊！我告诉你，碰巧这词儿在叶淑薇身上根本不可能存在。你们知道吗？她从小啊学什么都比别人快，关键是学的还都出类拔萃，属于瞬间碾压所有人的模式，所以走到哪儿。别人管他都叫大神，等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你们说的那种人。要不是他毁了我的面试，我怎么？等一下，他毁了你的面试？啊？你们要走后门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你们根本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为什么还要做面试这样的表演呢？叶淑薇那种冷漠系的禁欲男，他怎么可能会有女朋友呢？他更不可能去泡妞了。哎，你说你接触他那么久，你还不了解他吗？我觉得你们之前应该是有误会。要是真有误会，他为什么不解释呢？他懒得解释。余生，等等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叶淑薇至今还没有过初恋。嗯。啊，那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是挺合适的。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是挺合适的。明晚六点，汉斯威酒店。什么意思啊？要开房啊？还说自己不是臭流氓，臭不要脸，流氓！哎，不说清楚了，真是。
我教你，看好我的姿势。说怎么做才能掩饰着难过，没怀疑过每一刻忠于内心的选择，从来只享受沉默的我才懂缺少了什么，听见内心深处走出的不舍，经过怎么做才能牵住这一侧，深深记得每一次脆弱时候陪着我，朝夕相伴的时光掠过，这个世界只剩我，仔细听遍海风中你的轮廓，这首歌描述我内心中你是多么独特，在此刻盘旋着所有星光环绕着耳朵，指尖旋转的曲折琴弦上缓缓唱着，慢慢符合不变的执着，提醒我你是我一直确定的选择，每一刻怀念着所有一起经过的快乐，就像心跳的频率多少故事隐藏着，你的声音里有最动听的情节里有最动听的发生在此刻。